摄影边是阿周近距离拍摄黄伟哲市长参加活动的情形。来，大声说，来，一二三，四。蓝，中小礼拜，蓝，黄伟哲市长。让我们市长也到我们的现场，是掌声欢迎我们黄伟哲黄市长。大家大掌声，市长好。好，那我们是请市长上台，我们致辞一下。那个客家队剧团还没开始。好，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，等一下，剧团早点开始表演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市长讲短一点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感谢我们客家委员会陈主任委员、黄少辉议员、李正国议员，啊，还有啊王宜顺里长，还有朱正轩议员，哦，还有林彦柱的秘书，啊，陈志宏里长、王君哲里长，啊，叶红娥里长，哦，还有我们杨宗成的秘书嘛，啊，还有啊永康区的大家长李区长。好，我们开开心心的看完啊客家剧团的表演。啊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！谢谢各位。好，安之岁，是蒙安之岁。爱喝台南喜酒，黄伟哲。哇！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是请市长，还有我们大湾国小小朋友以及各位来宾，我们上台拍一个合照。还有我们豆子剧团的伙伴们也一起上台。好啊，你好啊你。来，我们的贵宾都一起上台，好，里长们也一起上台，那我们现场有一批戴红色帽花帽的那个伙伴们呢，他是我们东在我们东桥里的新住民的妈妈们，他们用他们的手巧手做了那么漂亮的客家的帽子。好的，以上是市长快闪东桥里的礼民活动，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情形，市长真的很亲民。好的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